好，我是百闻不如一见，百见不如一看的海姐。高圆圆今年发布了怀孕喜讯，让她的粉丝欣喜不已。怀孕后她出镜的频率下降了不少，但有人翻出了她高中时的旧照，高超的颜值让大家不由惊呼，女神居然是从小美到大。翻开她的旧照，拍摄时间应该是她的高中时期，其中一张图她正和两位朋友赏花，照片中的高圆圆年轻又透露着学生气息，留着当时最流行的短发，而这头平凡的短发将她衬托得很好，显得脸小又精巧，浅浅一笑也让人为之倾倒。而她在学生时期确实是全校男生追捧的对象，作为不折不扣的校花，她曾经被半个班的男生追求，当时的轰动程度连班主任都没办法管束。谁叫高圆圆实在是太漂亮又太受欢迎了呢？高圆圆长得漂亮应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在《天龙八部》中她曾经饰演周芷若，不得不说她的形象与周芷若相当契合，更是以精湛的演技挑战了这个美丽又狠辣的角色，成为一个无法超越的经典角色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随着女神的年龄增加，她饰演的角色不再是天真无邪的少女角色，而是更有成熟魅力的职场女性。大家喜欢这样的美丽动人的女神吗？今天的嗨姐综艺秀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点赞转发哟，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